好，各位大兄弟们，这里是韭菜兄弟，大家早上中晚上好。今天给大家带来几个瓜啊，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吃一吃，都是在 NFT 的世界当中发生的。首先呢，在昨天呢，有人说啊 ，Squiggles 呢是一个会 rug 的一个项目，而且这个发出报告的人呢有60几页之长啊。这边写的 Squiggles 这个项目确实很厉害，虽然我不是很了解这是什么项目。但是从这个报告上面说，Squiggle 上面有35万的 Discord， 25万的 Twitter 的，10万的 Ins 的粉丝，然后它的价格也特别贵， 0.4 个 ETH 的白名单，1个 ETH 的 Public Sale， 对吧？非常厉害。据说这个项目今天被 OS 下架了，很多人都说这个项目被 Rug Pull 了，而且它有很多的黑历史，它黑历史就是它的 Founder 啊，做过一系列的NFT 项目，做了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 NFT 项目，几乎全部是挂掉了。第一个项目是 0.08 个 ETH， 第二个是没有 Floor， 对吧， League of Divine Beings， 第三个 Vault of Gems 也没有地板价，第四个 Lucky Buddhas 0.001， 对吧，第五个 Dirty Dogs 0.001， Sinful Souls 啊没了， Faceless 没有了，然后 Squiggles 今天据说也被 OS 给下架了。这是第一个瓜，对吧，第一个瓜。神奇是的是最近NFT 的白名单非常的卷。据说这个场外工作室靠卖这个 Squiggles 的白名单怒赚了100万美金。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我们现在在上面去查 Squiggles。我们也可以看到在 last hour 里面有3840个推，非常非常的热。对吧，就是有很多人在那边说这是一个 scam 啊等等等等等等。但我看他们的 Twitter 还在啊。Twitter 就 Squiggles 这个 Twitter 还在，然后他们被 OpenSea 给下架了，他们现在在LuxRare 里面。那我们还是拭目以待，这个应该是一个比较大的瓜，可能有几千个 ETH， 大概一两千个 ETH， 如果是被 Rug Pull 的话就没了。但现在应该是破发的，对吧，白名单是 0.4， 现在我看大多数的 Floor Price 是在 0.32， 然后也没有 Trade Volume，所以说可以说大家都是在观望之中，对吧，大家是在观望之中。好，这是第一个瓜啊，是海外的一个大瓜， Squiggles 这个超热的 NFT 项目疑似被 Rug Pull 啊，疑似被 Rug Pull。 第二个也是和 NFT 相关的，是来自于我们应该是国人做的一个道的一个俱乐部，是721，对吧，721 Club， 这个是在华人吧，不是国人吧，华人当中一个非常早的一个NFT 的DAO或者是 NFT 的 Club， 在2021年9月份的时候，对吧，这个时候是 NFT 刚刚第一波牛市的时候。我们记得很清楚，在5、6月份的时候，虽然那个时候我们已经有了 Bored Ape Yacht Club BAYC， 对吧，但那个时候呢也就只有零点几个 ETH， 甚至是一两个 ETH， 到九月份的时候带来了 NFT 的第一波高潮啊，也就是随着 Mecca 随着那个 Loot 啊，带来了第一波 NFT 的牛市啊，超大牛市。这时候 Club 721就入场了，做得非常成功，包括他们里面的核心团队还发了 OpenDAO 啊，我们都知道 OpenDAO 是一个非常大的空头啊，发了 OpenDAO。但是啊，听说 Club 721里面的核心成员和一些之前的 Mode 在撕逼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是一个怎么样的故事，比较长。第一个是这样的，很长。啊，我们看看这边吧。就简单来说啊，我也不是很清楚来龙去脉，但是我看这篇文章之后呢，我给大家先总结一下再去读啊里面到底发生什么。就是说白了呢，就是说721之前的 Mode
就是 moderator， 在 Discord 里面的 moderator， 或者是社区里面的几个管理员。有人指控他们啊，说就是721的核心成员，说他们有一些 mod 呢，靠着自己是 moderator 的身份啊，靠着自己是管理员的身份，在外面和其他项目合作的时候呢，就疯狂的要白名单，而且这个白名单呢，全部是中饱私囊了，对吧？大概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概念。那我们知道，他的这里是这样写的，对吧？就是我想要了解一下721的一个月的总体运营的结果的时候，看能不能再放大一点。啊，竟然没有获得任何回复，对吧？查了很多天也没有。然后什么，我输了，在社区利益、个人利益的面前，竟然做不到这个地步啊！如果放在现在，是不是可以被定义为侵占公共财产呢？等等等等等等，对吧？关键的人物 ABC 啊，这是他说的三个 moderator， 三个管理员，在2021年平安夜的时候 ，OpenDAO 上线，对吧 ？OpenDAO。也其实也是721里面的核心成员搞的。721新的贡献者团队成立啊，元旦的时候新的团队一个月考核，然后现在退出了核心的建设，全心全意的在做 OpenDAO。 在离开之前，我们严格规定了总体的合作方案，任何的合作与利益的社区是 70-20， 国库是 20， 对吧？给社区的成员是 70%，就是你加入社区他们会给你的，国库是 20%， 还有贡献者是 10%， 对吧？但是他查一下记录说 B 作为管理员在一个月里面只说了两句话，对吧？然后呢，在甚至就连我们最开始的创始团队也想办法隔离。然后呢 ,721 合作了上百个项目啊，有几个项目有着不错的白名单的分配，比如说 Kuman, 对吧，和这个项目谈了100个白名单，最终呢社区只拿了30个。那一样言下之呢就70个呢给到了这个管理员。杰龙雄呢谈了60个啊，社区呢只抽了10个，对吧？这还是其中的两个，上百项目社区利益被个人侵占了多少呢？他把社区当做了SBE, 对吧？因为有了社区，社区对我们信任，你们才有这个身份，才有这个资源，对吧？等等等等等等。这是说的 B 啊，然后说了 C 啊。B 和 C 呢，我们在线下见过面啊。C 这个人呢是很积极的啊，虽然英文都很烂，但是从会员到 EX 是什么意思？然后再到管理员，再到 admin 啊，都。但是一旦触及到了社区的利益呢，我不会因为朋友的情谊而忽略道义。C 暂时离开了 ,C 这个人就离开了721，对吧？但我们依然关系很好，我跟他说赚钱有很多种方法，走得正自然全部实现。C 却问我，之前很多国人市场小组与 MOD 离开了，是因为我不给机会赚不到钱，我也希望大家赚钱。没问题。但是我不允许任何人个人的腰包鼓鼓，对吧？其他人呢只能眼睁睁的看着。然后同期呢有人从9月份从月入2万到最高峰月入上百万啊，我的信任 C 并主动邀请他一起做一个公司 OpenDAO 啊，毕竟721的出现让行业加速了白名单啊，做一个公司自有资金更全面的服务的721社区等等等等啊，大家有兴趣的再去看一下吧。就简单来看，就是这些人呢就靠着自己是721管理员的身份呢就中饱私囊，对吧？然后现在想想啊，可能我的信任是或许早就安排好的套路，对吧？然后 C 推荐了 A 来 lead 啊， C 我们今什么什么的 AB 是傀儡什么，最终结果是 C 虽然离开了团队， B 呢还是来负责项目投票，没有什么什么的，所有项目合作者必须报给 C 来决定分配等等等等，每次合作都必须拉一下 A 加 B 加 C 的小号，一起参与投了世界上很多的公司，牛市回报早已超越自由，赚钱对我们来说
多少都一样，早就已经开始了高大上的生活，对吧？他说他自己啊，八月份开始呢，接触到 NFT 市场，交了几百万的学费，然后开始认真的做721俱乐部啊，投资5000个 ETH，说他自己，对吧？这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社区啊！我们的初心是想要做个公平公正的社区，带领新人少走弯路。我们相信 NFT 是未来啊！等等等等，然后721也有自己的 NFT 啊，最高的时候涨到4个 ETH，双十一呢又挣了，现在是0.3个 ETH。我们用自有的资金呢来支持，对吧？很多项目都是 Top One 的持有者，包括 OpenDAO 的空投啊，团队零持有。我只希望做的事情。所有的东西都是公开透明，等等等等等等。因为我坚信 NFT 是未来，我希望大家在学习新东西的时候，要了解这个行业，而不是投机或者欺骗。再次声明，721是个分享社区啊，不会收取任何费用，也不会收取 ETH，不会收取 WL 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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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就是说，一方面是说 ABC 啊有很大问题，就三个人呢是管理员。但是呢，他们中饱私囊，对吧？靠着721的名声或者名头，在外面获得很多白名单的利益。一方面又说他自己啊，就是写这个文章的人吧，不知道是谁，可能是创始人之一，说自己呢早已经是财富自由了，对吧？过着退休的生活，然后做这个事情呢，都是为了社区，对吧？自己投入很多很多资金，好，然后呢，狗血的事情来了，对吧？他发了这篇文章之后，当然会有人来回应他。我们来看一下这里。这个是几个管理员给他的回应，他说999啊，999可能就是前面发文的那个人，可能是核心成员之一，对吧？说999啊，你说你对吧？你说你是做好事，对吧？其实呢，他说。你说你是在尽力运营的 Club 721，但是 Discord 早期都是几个 mod 在维持。然后他说，早期所有的 mod 都被你踢掉了。第二，当我还在和721合作的时候呢，就找你支持了，你们拒绝了，于是我自给自足，给市场小组成员发了721会员卡。你们从头到尾完全清楚，为什么又装作不知道啊？第三，关于721成立到现在，你所说的做中国第一个 NFT 的社区，带国人走出去，帮助国人避坑，所以很多中国用户聚集而来，积极活跃。而且 MOD 工作也非常辛苦，你给 MOD 发过工资吗？最初帮助搭建721的 MOD 都被你们踢了。中文频道还有人活跃吗？随着中国人越来越少，变成了披着羊皮的狼。721成立初期，中文频道、英文频道大部分都是我和早期的 MOD 做出的贡献啊，带来的流量，对吧？你因为一个明明知道事情装作不知道，来给我们扣上一个收取合作费用的罪名，给市场小组成员发会员卡的钱是你们出的吗？等等啊，反正还是撕逼，请不要用只言片语来抹黑其他人为721做出的贡献。721是你们准备转卖给他人的，观察到社区能够谈到项目白名单，才想着收回来给 OpenDAO 作为赋能。或者我们也可以来说说721 DAO 究竟有什么用处。我们不如是说999 DAO 最开始很多人买入是因为相信社区会给大家带来收益，认为买入会是基金啊。然而接下来 DAO 的提案仅仅只是给多签人员发工资，但是持有人收获了什么呢？这段时间大家都有目共睹，多签人有帮助社区做过任何事情吗？我离开了721三个月了，我个人的市场小组运作的非常顺利，我也再不过问项目合作的细节。我们的团队，这个兄弟自己也出去搞了对吗？已经和8家的社区进行了合作，你们721内部的问题跟我有什么关系？难道我花钱购买的 WL 名额也要被你们监管吗？更正一下，我个人买白名单收益已经超过了2000 ETH。另外，我很好奇一个问题，我不属于 Club 721，你所说的人为什么要听我的指令？我们完全可以越过我做任何事情，收益不是更多？等等等等。
你是如何做到如此正义凛然的，在你的视角里，所有人都必须免费并且长久的帮助你们做任何事情，并且不能够提任何的建议，否则就会被踢出。难道大家为社区付出的时间不宝贵吗？就反正开始撕逼，对吧？就话说回来，我个人认为 Club 721其实做的是非常成功的，但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确实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关心里面的事情，对吧？在利益面前，很多事情就确实是很难做长久，对吧？确实很难做长久。这就是为什么道啊，开始很方便，但是要真正的把它做好，就是真的是非常的难，非常的难。啊，就像这位兄弟说的好，对吧？我看推特上有位兄弟做他的回复，我觉得说的挺好的。对，所谓的道，对吧？等熊市来了，为了利益都是只剩一地鸡毛。我觉得他这个说的挺好，就是在熊市面前，对吧？大家再也赚不到钱了。当然大家都在赚钱的时候，大家是你好我好，大家都很开心。一旦是暴跌之后啊，一旦是熊市来临之后，就会有很多的骂声，对吧？这种事情我们也经历过，所以感触颇深。好，那我们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了这两个瓜，对吧？这两个瓜其实还是比较大的，都是发生在 NFT 的市场。所以我看也有人说 NFT 是不是熊市来了，对吧？那是不是熊市来了，我们还要拭目以待。总的来说，我个人认为 NFT 是蛮疯狂的。这也是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冲进 NFT 市场。说白了，对于我们这种早期的 DeFi 玩家是看不太懂 NFT 的，对吧？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一个 JPEG 啊，它的玩法是如此的单一，又没有太多的创新，竟然能够达到几百万、几十万美金，甚至几百万美金，非常非常夸张。那不管怎么样，我们还会持续的分享，对吧？希望能够大家带来第一手的资讯，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关注我们韭菜兄弟的频道。那我们下个视频见 ，peace。